徐小林、徐小亮，欢迎各位准时到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我头一次看演唱会，真是太爽了！哎呦，那种现场那种，哎，那小姑娘，谁的演唱会啊？杰伦呢？周杰伦。周杰伦最近没开演唱会，好像。你在哪儿看的？电视上吗？金美元马上就要来了，我们应该做好战斗前的准备。你是干什么？我打拳的。你呢？我做足疗的。你俩呢？吃药觉的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猫腻。您好，丁老师，请您先洗脚。我在这等人不能。这个是我们一个茶馆的特产，这个水非常的干净。我先试试水温。水温刚刚好。来，我先给你洗手脚。我不洗脚，我就来等。这是我们店的特色，丁老师，你要是不洗的话，我还得喝。你去喝。这个水绝对环保卫生，丁老师，我给你洗手脚。那我继续。哎，别去啊！对，来，丁老师，我给你洗手脚。好，丁老师，我跟你说，今天你洗完脚，明天我保证你立马变漂亮。明天赛我张曼玉，后天赛我章子怡，这身材比杨丽萍都好。那你多洗会儿吧。好，来，把脚放上，我来给你做个足底按摩。今天你做完这个足底按摩，以前你能拿100斤。你别抽。做完以后我能拿300斤。脚洗好了，您可以闭上眼睛休息一下。哎，你家洗脚洗一只啊？这是我们家的特色，就洗一只脚。